跟中間對比，中間一個中間一定，中間頂你，中間頂你，依家好中間，你再過邊一次。 最大的顶有几高？再翻个东西。差不多啊。主要是这个轮毂，它。 是不到边的，我们这种设计是为了方便它不跑边，所以边缘肯定是会比中间要松的，看起来。